久的时间的。好，我接下来要讲的不是白海豚的故事，就是另外一个生物的故事。这只生物叫做茶叶蛋，不是煮熟的那个，煮熟那个没有生命的，可是一只狗，它叫做茶叶蛋。然后其实跟白海豚有关系，因为我就是去鹿港的海边参加那个千人就是要排成白海豚的图案，然后去声援白海豚。那就在那个海边的草地上面要离开的时候，听到有一只小狗狗，好可怜哦，这样子。听到我说好可怜这样，他的声音，哦，他的声音感觉就是在说他好可怜哦。然后我就赶快去，就跟我女朋友就找到他这样，然后就把他带到车上去，然后去 Seven 买了一颗茶叶蛋，就给他吃，然后吃完他就睡着了。可那茶叶蛋没有毒，对，但是他只是很安心的睡着了这样，然后就一路跟我们从鹿港坐车子到台北，然后就变成跟我住在一起了，而且还跟我睡在一起，对，然后吃饭的时候有跟我抢，对，反正就是慢慢的他就长大了，然后越来越皮了这样子，对，但是我还是很爱他。然后为什么会写接下来这首歌呢？其实就是因为他，因为他是那种就是一般的流浪狗，对啊，可是我就觉得哇，每次看他的毛细孔都好可爱啊。你在那边摸他的毛啊，然后你靠近跟看到毛，哇，跟人类不一样，怎么这么可爱的，然后鼻子那么可爱的，然后我就觉得哦，他虽然是不是什么民种狗啊，像以前很流行，像每次一有拍电影什么忠犬什么什么忠犬什么什么的时候，柴犬，然后柴犬就会忽然大量的繁殖，然后宠物店就大量的卖柴犬，然后拉布拉多好可爱，就哇好多拉布拉多忽然跑出来，然后我就觉得啊，其实这样不太好，因为还有很多狗狗等着大家去领养，对，所以我就写了这首歌叫做混血儿，因为不管什么样的血统，他们都像混血儿一样很美丽这样，然后希望大家用领养支持，领养代替购买，然后用结扎代替屠杀。哇！哦，在家练了100多次。算，哎，算不算？是什么模样？就算他们总是不在乎的遗忘，我会永远守护在你身旁。就是爱你。
觉，我就是爱你。谢谢。